我女儿不让妈妈跟是不同的理由啦，因为我女儿母羊座，在家跟在外是两种不同人。在家哦，哇，一共没大没小；在外呢，乖的跟个蛋一样。我女儿也母羊座，哎，很奇怪哦。然后老师每次甚至让我女儿多乖，什么品格之心，我都疑惑你真的在教我女儿吗？怎么可能？好啦，那他们要班游，那妈妈要跟嘛，以测安全。女儿一直不要，妈妈一直问她说，到底为什么不要？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行啊。然后我就在旁边要当和事，知道吗？给妈妈去啦，你有没有什么条件哦？可以。如果妈妈去，那不能跟我吵架。她都用词错误，妈妈其实根本在骂她，她始终把那个当作是妈妈在跟她吵架。她把妈妈跟她当同辈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啊，为什么妈妈不能跟你吵架？她就跟我讲说，我不能让同学哦看到我平常真正的样子。